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呢，就是 Innisfree 他们推出的 My Palette 我的彩妆盘。然后呢，这是我这一次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一款。那我这一次呢，里头的修容啊、腮红，还有我的那个眼影呢，一共是这一些颜色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属于比较淡色系一点，可是呢，我觉得这一些颜色都是非常安全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在脸上肌肤的颜色，特别是亚洲人，我觉得这一些颜色都是非常基本款的，大家都可以使用。我今天呢会用这一些颜色呢来做脸上的一些妆容的试色，给你们做分享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就请你们继续看下去吧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